超好吃的爆炒腰花真的是下饭神器，腰花一定要把里面的白色处理干净，不然会很腥，再切成花刀备用。用清水洗出血沫，放点油抓匀，油热下腰花炸5秒捞出，锅留底油下配料爆香，最后放腰花酱油、蚝油、生抽、米酒、胡椒粉、蒜苗翻炒均匀即可。